因为这几天因为大规模太阳风暴造成地球二十一年来最严重的地主扰动，主播来去北极南极才能看到的极光，现在在欧洲美洲日本的北海道也都能看到，不像地区看到的人都痛苦，都说是不枉人生。假设红色光束在天顶的美丽景象，予人是真欢乐。全球各地顶礼拜五开始，陆续观测到罕见的极光，为北半球的欧洲、美国、加拿大到南半球的纽西兰、澳洲、智利、甲阿根廷等地，有不少人拢看到壮观的灯光秀。我近台湾的日本甲中国，也有部分地区会当观测到极光，有民众甚至驶九千里的路，只为了看这个美景。一直从北京开车到这里，终于追到这个极光了，有点发红色带点粉色，虎头的光束，还有在左右飘摆着，非常震撼。出现无平常的低纬度极光，甲太阳活动有关系。科学家解释，太阳表面最近发生大规模爆炸现象，闪焰喷发大电粒子，引起大约21年上大的电磁扰动。Solar storm hits the Earth, basically the Earth's outer magnetic field, and creates some consequences and interaction in terms of electric currents and magnetic field changes that accelerate these particles stored.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太阳的大电粒子影响地球的空气分子的时会产生红色彩色，有时阵也阁有黄色的光，也都是极光。那太阳风暴伫顶礼拜五拜六达到极的等级，预计拜一较早进行了后，阁渐渐减弱。21年前的太阳风暴，也干扰部分国家的电网甲通信。也毋过专家指出，经过多年有效追踪甲准备，有信心减少影响。If everything's going right.You won't notice a whole lot, other than the aurora. That's the gift from the sun. 到拜一过头了后，也无国家加地区传出严重灾害，只有南山的电网异常、GPS 性能下降的报告。也毋过各国相关单位人员唔敢怠疑，表示有关的密切监测以求平安度过初步。公司新闻，台湾林平友。